你是带把的，你想要开实况有什么建议吗？找个人蹭吧，然后好笑或是很强或什么。我拉蛮多人来做实况的，老实讲，他们都有成功。我觉得他们有料，拉他们来做实况，然后他们真的也都成功。我的路线是探险。Let's look at the fun。未来还有意愿打瓦的比赛吗？没有吧。比赛期间太长了，就不打。比赛期间太长了，我跟你们讲啦，不要说我不打，他们也不想打了啦。他们这次青年杯又卡成白痴了，大家都忙啦。以前的话还可以打，以前大家工作少，现在 XD 娱乐都成立了，哪有时间陪你这样嘻嘻哈哈？暗示要跳槽了。然后按时要跳槽，我工作比他们还多，靠腰，彤彤很猛欸，我跟龟狗工作应该比他们还多，亏比我不知道，亏比工作应该蛮多的，我的工作是产薯条吗？没有，我工作是工商啊，我不要一直为了打比赛调时间，很烦，比赛的时间刚好都是工商时间，不打了，也不是以后只接娱乐赛啊。而是你要认真练，就是会花很多时间。对啊，我不要一直烦这件事情。昨天才被龟狗喷，被龟狗不是在喷说，因为我他妈害了工商一直在那边调时间。龟狗说，因为害我一直害他们调时间，我就不想这样没，所以我后来我不打这比赛了，不要用了。不是月入百不百万的问题啊，是那个。如果有跟大家一起接工商，一起联动或干嘛的，会把人家的时间拖很晚。有些人可能要早点休息，干十点十一点工商干那整个卡死。工商收入比赛高吧？一定啊！比赛靠我们忙完这一，我们打了这八场全部打完，然后加前面的那个弄一弄，两个月下来收入零。靠我一档这样接下来。就挡那个这两个月这样子，这神经病，对不对？他这样弄一弄零，干，然后零比八什么的，两个月白工，你知道吗？实话说就是，干他们比我们强多了，我们去那边给人家刷数据的而已。你是带把的，你想要开实况有什么建议吗？找个人蹭吧，然后好笑或是很强或什么的，看有没有人愿意带你吧。如果你看，我觉得现在进场太慢了，现在你也撑不到什么，找个人那个啊，一起开台啊什么的啊。你现在多大、啊？但其实也很难讲啦，我拉蛮多人来做实况的，老实讲，他们都有成功，我觉得他们有料，拉他们来做实况，然后他们真的也都成功。新男啊，TTS 就是自己朋友啊，就一起那个啊，他也蛮好笑的，也蛮强。谁？莹莹是啊，莹莹是我拉过来做实况的、啊。他之前没有要开实况，我一直跟他说你开实况，你要开台，你一定要开台，对吧、啊？莹莹开始是一直撞我，每天在撞，每天到我对面开一个钻石号一直撞。山鬼是他没有，他主要是在大陆陪玩。开实况是为了交朋友而已，他没有那个，我的副业是探险，没有啦，我觉得他们有料，我就拉他们一起来做实况啊。他有饼，大家一起分啊。你有饼，我有饼，大家都有饼。对啊，有饼啊，大家一起分，一块爽啊。可你现在要进来也，我觉得要看你几岁吧，不然现在实况很饱和，你很难赚到钱啊，男生很难赚到钱啊，男生真的很难赚到钱。对，一定要有正职。你们不要一直看不起那些 V 耶，不要说什么套个皮就可以赚钱什么小的，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前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耶。DMM 起初不就是跟老皮一起玩才起家的吗？没有啦，一开始是 YT 的，以及之前是 YT 的，后来才跟老皮玩，再来才突起开台。对。你刚26已经瞄准了2月28的魔物猎人，准备当你人生起飞跳。可是有魔物猎人，我为什么要选择看你？要有一个理由啊！我去看卤蛋玩就好了。魔物猎人那么多大哥会开台，他们早就把那些流量分光了。
现在新游戏已经不再是可以拉到人的这个依据了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不是要打击你信心还是怎样的，但是 I can smoke, very guys want go, 就是没办法。新游戏你在下面的台，谁会特地点下面的台去看？没有啦，你刚开始开台，那真的太难了，要开要玩大作。不然你就是要很拼，开半夜时段，就是大家都关台的时候，你就有崭露的机会了，很难。不然就是要。那不就是了吗？在 YT 没流量来图奇之后就抱大腿，然后就起飞了。你可以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不是什么抱抱大腿问题啊，蹭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那就是一个曝光的方式啊，你能留住人就是你的本事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有些人蹭还是留不住人啊，他蹭他能留住人，那就是一个曝光啊，对啊。自己找曝光机会，我觉得没什么。嗯，这是一个男生开台最成功的是下一局是吧？看你定义怎样成功。对啊，你开始不会蹭我吗？来啊，没差，我又没差。我不太 care 跟谁玩什么的。尹言一开始也没开台啊，我还是跟他玩啊，没什么差。我对这种东西没什么。有些人可能会 care 说你是谁，你跟我玩干嘛？我是还好，谁要玩我就拉他身上来玩，反正你很白痴，你上来玩也可以。但是26要做这个有点小困难，实话说啊，除非真的太有料了，有点难。26哎，你要有正直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。没有啦，真的啦，26要做这件事情太赌了。26岁韩福金开台有机会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、欸、你们会想看韩福金开台吗？可是现在的直播像大家都是走娱乐比较多吧，就我因为看小丑也不想看那个。对啊，我看精英操作就是哦好帅哦好帅哦哦哦哦这他哦哦就是哦，熊文跟罗杰都是有成绩才红的，哪是啊，才不是有成绩红的，乱讲。他们开台的风格就不是强点。但罗成元如果是因为他有成绩才红的，那超怪，并没有。干你啊！对啊，你们压力这么大，哪是来看人家秀的、啊？如果照你们这样讲，照你这样讲的话，干那影应该是最多人看。如果特战影好啊，他现在这么强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些。你们人数不是也蛮多吗？蛮多的啊，但是他们说如果是那样讲的话，那应该是要最是最多的啊。如果是在台湾的台的话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对啊，不用到太强了，你只要好笑就好。我现在超凡，我也没有很强，还是有人要看的，就来信来骂我也爽了。个人特色吧，个人特色比较重要吧，能不能吸引到人？情况组看那个吧，特色跟那个吧，有些是看他弹那个弹吐，有些是看他那个吧，好不好笑，或是好不好鸡吧，有些很好钓鱼。啊，逻辑是他个人特色太强，所以他玩什么都有人看。啊，奎比也是啊，奎比是长得帅又好笑啊，强的话也不烂啦，职业选手啊，视讯蛮重要的吧。看那个台的那个发展，可是熊万都不开视讯啊，也不一定啊。嗯啊，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吧 ？OK。